呀？对呀，我都没玩过。我也没玩过。行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做的。对，我们来学习一下就行了呀。那好吧，这是干什么的呀？这个应该是把它放上面的，烤一烤。哦，这怎么五颜六色的呀？这是什么呀？这些呀，都是印章的材料。哇，还有装饰品。我知道了，现在我们做吧。好，这个呀是相当于是一个小锅。哇，锅。哇，小九，你先来做，挑一个你最喜欢的颜色放里面吧。先放一个粉色的，再放一个橘色的。好了，小九，这放的太少了，做出来不漂亮，可以多放一点的。那好吧，那我再多放一点。好的，蓝色的，紫色的，黄色的，可以了吧？那我们放在上面吧。好嘞，点着它。咦，哇，融化了。哇，差不多了吧？小九，快点倒吧。可以了。嘞。哇，真漂亮。嘿嘿，快看上。咦，哇，这雪花真漂亮。给我了，给我了，我再做一个好不好？好。能不能拿掉呀？等一会儿吧，等它成型了。这已经成型了。给我。好的，你的，给我啊。那你挑一个吧。我挑一个粉色的，我再挑一个橙色的，蓝色的，紫色的，乳白色的，放在上面把它融化掉就可以了。哇，烤好了。好了好了，倒在上面。我的最好看，我的好看，我的第一好看。妈，你评论吧。我感觉都好看，到底谁都好看呀、啊。